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张建雄，现任华美协会董事会主席、东韩书院董事会主席。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一起走过了艰难的鼠年，即将迎来充满希望的牛年。在牛年春节到来之际，我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华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年是华美协会成立35周年，这是35年来第一次在网上举行春节联欢会，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表现了我们华人朋友的坚强、团结和不屈不挠。好，祝愿全体夏洛特的华人朋友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快乐幸福。好，谢谢大家。亲爱的夏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麦卡华人工商总会主席、南麦卡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杨华东。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恭祝各位新年新气象，事业步步高，财神对你笑，生活更美好。祝华美协会网上春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我是南北卡华人工商总会的会长王琴。值此辞旧迎新的新春佳节，我代表商会向夏洛特地区的华人朋友们拜年了。过去的一年，我们夏洛特地区的华人不仅守望相助，共同抗疫，而且为当地的医疗机构、弱势群体捐款捐物，雪中送炭。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参与的华人朋友，感谢你们的担当和付出。财源广进，南北卡，金牛迎春乐万家。再次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好运连连。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感谢华美举办这别开生面的 online 春晚，在此新春佳节，少文给大家拜年啦！祝各位朋友牛年快乐，吉祥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工作顺利，生意兴隆，福杯满溢，谢谢。我是维尼，新年送您一副对联，上联多喝鲜牛奶，多吃嫩牛排，多使牛劲儿有所作为，直牛耳。下联少钻牛角尖，少耍牛脾气，少吹牛皮，金钱财富赛牛毛。横批 Happy 牛爷 Happy 牛爷，恭祝您牛年新春吉祥如意。大家好，我们是夏洛特安家房地产团队，我是珍珍。我是珍妮。我是尚慧。 I'm Jennifer。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好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我们坚信阳光走在风雨后。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祝福大家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期待都能出现，所有的付出都能兑现，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遇见你。 Happy New Year。夏洛特安家房地产团队隶属于全美最大的房地产商凯威国际地产公司。凯威公司在南北卡两州市场占有率达1/3以上。夏洛特安家所在的瓦伦泰分公司是凯威最大的分公司，有近600名经纪人。自2016年成立以来，夏洛特安家团队的销售量一直都在分公司名列前茅。
还曾在凯威公司的南北卡两周排名第五。不知不觉中，夏洛特安家已经走过了五个春秋。在这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得到了很多客户朋友的信任与厚爱，在这里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客户的信任与委托是我们最大的荣誉和前进的动力。我们会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始终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期待2021年为您在夏洛特安家置业，保驾护航，为您的财富添砖加瓦。夏洛特气候温和，环境优美，医疗金融系统发达，房地产升值空间大，我们欢迎更多朋友来夏洛特投资安家。新年伊始，正当扬帆远航，2021夏洛特安家房地产与您携手共进。我叫刘春莎，非常感谢华美协会给我这个机会，向我们全夏洛特的华人拜年了。祝大家在2021年新年快乐，事事如意，平平安安，全家和睦。我也想用我们湖南长沙话说一句：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每家每户新年愉快，身体健康，恭喜发财。谢谢。嗨，各位夏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值此牛年之际，春节来临，在此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阖家团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早一天能跟大家伙儿见面。感谢华美协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咱们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谢谢。我是李某，代表美中经济文化协会向夏洛特华人问候春节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挑战，但是我们携手相互鼓励，共同前行，你我并不孤单。在今天的晚会上，爱乐艺术团将会献上一首精心录制的合唱，作为新年礼物呈现给大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吉祥如意。大家好，我是华美协会监理堂，祝大家春节愉快，牛年大吉，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夏洛特华美协会理事张志宏，新春又至，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随愿，坎坷挫折脑后气，一帆风顺今日起。我是唐思源，新年佳节又来到了眼前，去年的一年我们都成了网上的专家，新年辞旧岁，在此祝我们华美协会蒸蒸日上，永表我们的心声，祝每家每户愉悦喜洋洋，团聚暖洋洋，祝大家新年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美玉，在新的一年里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事多多，牛年大吉。大家好，我是肖文珍，在这里给大家拜年啦，祝您新年到，暑气全消，牛气冲天，祝您2021牛年安康，牛运亨通，牛年旺法，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家好，我是莫兰，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牛年大吉，事事如意，阖家幸福。祝各位朋友春节快乐，阖家幸福。辞旧岁，迎新春，暑去牛来又一年，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半生身体富足，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诸事顺利，阖家欢乐，吉祥如意。 Happy Chinese New Year。 要叫个新年的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Okay， this year 2021 and then it's gonna be an ox and then ox has you know power and then ox has endurance. So this year, okay, all Asian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 got to show our strength and then our perseverance, endurance.Okay, so 2020, and then we had a hard time because of coronavirus. So everybody suffered. But 2021, we have to make a prosperous year. Also, we have to love each other, support each other, laugh each other, and then also we have to share each other. That's what good year, okay, 2021. Okay, I will see you in the future. Okay, see you. Bye-bye.Hello everyone,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in Korea,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Thank you, bye. 诸位好，我是陈总理，今天代表南北卡亚美商会、夏洛特龙舟协会，恭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来了！哎，下村的各位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儿、亲侄子、表外甥，高潮在这儿给您拜年了。咱们骑着这大牛，悠悠哒哒的，把那烦心事啊搁一边，多听相声啊，给您拜年了。赵万超一家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牛年大吉，阖家欢乐。大家好，我是李瑶瑶，非营利组织东皇艺术团团长和飞天舞蹈学校董事长。展望2021年，我们会继续为实现美国的多元素社会做贡献，把我们的东方艺术通过美国的主媒体展现在世界各族裔的眼前，把我们美丽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到千家万户。谢谢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更牛。各位华人朋友，金牛送福，我们送走了疫情阴霾下的2020年，迎来了牛气冲天的2021年。在这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彭华要向各位夏洛特的华人朋友和家庭拜年，祝大家牛年大吉，身体牛，工作牛，生活牛，日子一天比一天牛。夏村的父老乡亲们，毛海龙、刘林模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疫情当前，华美协会的领导、演员们和志愿者们精心策划、努力付出，为我们献上这台丰富精彩的网上春晚。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牛年大吉！维尼祝大家新年好。眼神祝福您和你的家人。